1月20日，周星驰携主演王宝强、鄂庆文、黄霄鹏来到广州长隆，张柏芝作为特邀嘉宾惊喜出现。作为新喜剧之王全国路演的第一站，广州长隆的路演以回忆杀满满的合照开启，现场观众纷纷模仿20年前周星驰和张柏芝那张经典的照片派合影。周星驰和张柏芝在长隆路演现场的同台，更是将这股回忆杀的氛围炒到爆棚。现场2019年版《喜剧之王》《我养你啊》片段新鲜出炉。王宝强、张柏芝版《我养你啊》笑疯全场。喂，干嘛？回避呢？回避呢？住手！我听不见。再说一遍，回避呢？我上班。行，能赢能赢，好啊！周星驰在跨年时手写2019努力奋斗，鼓励每一位追梦路上的小人物。在长隆路演现场，周星驰带全场观众齐喊努力奋斗，坚持梦想，做自己人生的喜剧之王。最熟悉的周星驰式喜剧就是要让你笑着哭。目前电影预售已经全面开启，抓紧动手抢票喽！2019大年初一，跟新喜剧之王一起笑出眼泪，努力奋斗。非凡娱乐广州报道。